在这个影片的基本剪辑里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我找一段，这里有，来，这个是图片，这是影片，来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一段影片，来，我把它丢进来，你看，我们把它丢在这个第二轨，所以它就会怎么样，会叠在第一个之上，把它拉下来了，在这边，全片，已经第二个，有，这样有没有看到？有，我们这边因为是无印碟的，所以在处理视讯会比较慢一点。我们的系统无印碟的，好，有没有这样叠在上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看一下基本的这个影片的剪辑的部分。好，你看有没有跟我们 ATPrint 一样，有影片有声音嘛？好，那如果今天我上面有个时间轴，各位仔细看清楚，你有没有觉得都好像哦？除了那一根中间以外，左右是不是还两个箭头给你选范围用的？所以今天如果我是指到这里就要分开的，我时间轴移到这边，有没有一个咔嚓嘎嘟咔嚓，这样就变两段哦。等一下，来，抱歉，不是这个，在这边有没有分割这个，这样有没有一变二？有。好，另外如果你要某一个范围，你就滑过来，有没有变成这个可以选一个范围了？所以有没有突然感觉 ATPrint 学完之后，威力导演摸蛤蜊接起步的尴尬？我拿两这一口对吧？所以这样都会的嘛。所以简单的就像这样，你就可以在这边，这一段不要移除就拿掉。所以威力导演指导变成中文化，你就看得比较清楚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可能会耽误大家几分钟的时间。好，所以基本的那个影片剪辑。甚至你也可以怎么样，来这边直接从最后面剪短，这样也可以，或者从前面，你看滑过来有没有变这样，它也可以直接变短，这样也是一种方法。好，就前后的你就直接移到这边来，如果放在正中间就是移动整个素材的位置而已，好，整个素材的位置，好。